的手没停过，生鱼片一片，切过一片。几乎每一桌都可以看见一大盘的生鱼片，种类多，鱼片又厚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万物皆涨的年代，这样40片200元，惊人数量的60片也只要400元，让不少人大喊 CP 值真的很高。CP 值高，够够见。很多都是冲着那个亲民跟平价的价格而来，主打薄利多销，自己家有渔船，所以我们的生鱼片呢才会这么的便宜。郭靖之南后壁湖海鲜餐厅便宜生鱼片打响名号，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而嘉义这边这碗泡面也引发热烈讨论。现在料理都是手机先吃的哈。对，大家吃饱我们才能吃。Q 弹又带点韧性的龙虾肉，还有蛤蜊肉片等食材，通通加入泡面里，很鲜甜呢。很少会把泡面就是吃的那么的丰富，我们要再吃的更加的好买，所以我们想到，我们加龙虾、加章鱼啊，让我们的泡面变得更不一样。中碗泡面颠覆传统想象，奢华又澎湃美味，一碗端上桌后，饕客同时拥有视觉和味觉双重享受。马日新闻嘉义屏东综合报道。好，今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